请问您贵姓？啊，我姓赵。我姓道。哎，谁姓道？就是那个横行霸道的道啊。哦，也许是那个小偷强盗的道。嘿，我呀姓赵。我姓浩。哎，谁姓浩？是杨谷杨浩那浩啊，还是卖耗子药那浩？有这姓吗？我姓赵。哦，姓扫。哎，嗯，是扫帚条子那扫啊，还是没羞没臊那扫？这姓多别扭。我说你是聋子呀？哦，你肚子里有虫子。谁有虫子呀？哎呦，那可得治治。我说你耳聋。我找小红。我找他干嘛呀？哎，你看看小红在外边吧。哎，小红。这别喊了，别喊了。我说你呀耳背。哦，找小魏。哎，我倒全认识。小魏回南京了。我说你那儿背。我那儿不背啊，前面住的是歌舞团，后边住的合唱队，吵得我一夜就不能睡。你住那儿要是背，搬我那儿去睡。什么呀？这我说你那个背。我那背卖了。卖盖着不暖和，我要买床新被。我说你听不真呐。哦，你要打离婚呐？谁打离婚呢？怪不得说话颠三倒四的。要打离婚了？你呀听不见。哦，要上法院。哎，这我上法院干嘛去？这个问题严重。什么呀？上法院我告谁呀？哦，你要告贼呀。告贼？哦，这还是个盗窃案。这都哪儿啊？哦，贼偷你那个裤衩啊。贼也缺德，别的东西不偷，单偷裤衩，这个人呢也太抠门了，丢个裤衩还上法院。我说你呀哪儿跟哪儿啊？哦，裤衩里还盒烟卷啊。那裤衩都丢了烟卷还要他干嘛呢？你看这人想不开呀，这人啊。我看你呀，哎，真不是东西。你才不是东西。这怎么听见了啊？你骂我还听不见吗？你这假聋啊。这聋咋上天了？哎，那倒是。哎，您看我学这个装聋学的有点意思。还真像啊，还真像。相声里头四门有一个字儿学。对对，学聋啊，装哑呀，学男装女啊，学了什么地方戏曲啊，学了什么南腔北调啊，什么南弹北弦呐、啊？哎哎哎，您等会儿，什么叫南弹北弦呢、啊？南弹你都不懂？啊，不清楚。南弹这是简称，哦，就是南方的评弹。哦，弹词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苏州弹词，苏州的评弹。哦，所谓叫南弹。是是。听过吗？啊，倒是听过。好听吗？好听是好听啊，懂吗？就是听不懂啊。我给您学学。嗯，好。这个评弹呢、啊、它有三大特点。哪三大特点？第一就是男女为一大。哦，第二呢？第二是两个人都自弹自唱。第三他们摆那桌子跟舞台上跟您这儿都不一样。你这怎么摆？我这不横着摆吗？哎，它是竖着摆。那干什么呢？哎，这边摆琵琶，这边摆那个小南弦子。哦，放乐器似的。哎，两个人的装束，与众不同。是吗？非常的规矩，也非常的漂亮。哦。哎，男女往这一坐，你看男的，头吹得锃光瓦亮，穿这个长袍，非常的讲究，往这一坐，又严肃，看起来，嘿。那演员的气魄很好。哦，女的可打扮得漂亮。那女的什么打扮呢？女的是穿的是旗袍，嗯，大开气儿，哼，高腰的玻璃丝袜。哦，脚底下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高跟凉鞋。哎哎，什么叫空前绝后？就是前头露脚趾头，后头露脚后跟。呵，这么个空前绝后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脸上那是浓妆艳抹。嗯。烫那头嘛叫飞机头，后头挂六个炸弹啊！好嘛，那危险不危险？哎，就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滴溜达楞的，那不是炸弹，那叫什么？那是奶油蛋卷儿，小的奶油蛋卷，就像个蛋卷吧。哎，可漂亮哦，好看。嗯嗯。可是晚上睡觉就发愁了。怎么？睡觉时候啊，嗯，不敢躺着啊，把脑门子搁在枕头上趴着睡。他怎么不仰着睡啊？不能这么躺着睡啊。为
为什么呢？那第二天早上咱们一摸成柿饼的了，至于吗？这不是蛋什么蛋卷啊？没那么回事儿。就是，就是人打扮的特别漂亮，哎，美观。他们为从开书之先，先得唱一个小段儿。哦，这个小段儿不叫小段儿，那叫什么呢？叫开篇。开篇，哎，就是苏州的弹词开篇。所谓弹词，就指这个说的。哦。好听极了，是吗？啊，像他们比如说杜十娘，哦，杜十娘怒沉国宝箱，嗯，大概我们都看过这出戏，也看过这本书。是啊，杜十娘自赎自身，跟李甲乘船回归故里，到了这江苏有个瓜州，哦，下了大雪，船不能走，就靠岸了。隔壁船上有一位富商叫孙富，这小子有钱，看上了杜十娘了。李甲丧了良心了，他一想嘛，我家是书香门第，我弄一个妓女弄家里去，这不败坏门风吗？他就贪图了这一千两银子，就把杜十娘卖给了孙富。啊，杜十娘啊，心里是悲痛万分。当然了，这儿有一段叫开篇。哦，我给您学学。好啊，啊，咱们北方人呢，可能听得懂。我尽量的唱得清楚一点。好好好，我不懂，待会儿您提出来。哎，我再想办法让您尽量的让您听懂。好好好，您给学一学。提拔一弹，三弦一弹。啊啊，注意啊。哎，提。八糟的都听不懂啊。哦，这怪我，这是我应该没唱之前先把这唱词儿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对了，我给您介绍什么词儿啊？好好好。天昏昏地沉沉，嗯，虎狼狈毒蛇心，哦，无恩义逆人伦，在中途抛弃卖奴身。这么几句。哎，这回你要再唱，大伙儿就听懂了。我再来一遍。哎，知道什么词儿了？提怀还地残残，后浪被不杀心，否认你神人人人在中头抛此美容身。怎么样？谢谢了吧？谢谢。这个要唱，应该我先介绍词儿。哎，这就怪我，是怪我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对不起我啊。哎，对了，谁对不起？你对不起我们啊？你说对不起我是对不起我，还是不对？你应该说你呀，对不起我啊，还是你对不起我？就是捣乱，捣乱，别客气。哎，说正经的，这个唱评弹呢，它也分流派。哦，你说。要听京戏，听马连良，那是马派；听谭富英，谭派；你要听麒麟童，麒派。评弹里头不说派，那说什么？他的流派叫调，说调就是腔调的调。哦，蒋月泉，那叫蒋调。哦，蒋调。徐文志老先生，嗯，徐调，
其实也是派。哎，等等啊，他们的唱法，他们这个格调都不一样。哦，你比方说蒋月泉，他是吐字清楚，他的韵味儿非常的优雅，耐人寻味。是啊，徐云志老先生啊，他别具一格。哦，他呢，他的腔调特别花哨。是啊，嘿，唱的可美了。那蒋月泉，比如说我学的一段开篇，好，学几句啊，叫《赞大渡河》。哎哎，您还先把词儿给介绍介绍。哎，对对对，这《赞大渡河》有四句啊，我就学四句。哦，哪四句啊？哪四句？就是大渡河边万重山，高耸叠叠势巍巍，桥东罗定城高筑，十三条铁索望空垂。这叫什么辙呀？这个，哎，你听着不合辙啊？用人家的苏州话一唱，可就合辙押韵了，是吗？给你学学讲调，好好好，不一定像，哎，3%。哎，别客气，哎，也就0.几，就不错了，是吗？试试看啊！哎，您唱呢？大渡边，万重山，高耸叠叠势巍巍，桥东楼顶山高筑，十三条铁索望空垂。好好好，听起来就合辙押韵。对了，这个徐调啊，徐云志老先生，他与众不同。他呢，他花腔多。哦，这个评弹有一个大的特色。什么特色？比方说您听京戏也好，听曲也好啊，都是把这词儿唱完了以后，后边甩腔。对呀，评弹不？评弹呢？他最后一句呀，留一个字。哦，他把这腔甩完了之后啊，再把这字儿再扔出去。把字儿扔出去？哎，这您给学一学。比如说，徐调啊，他有这么几句词儿。哪几句呢？年纪轻轻，一位好姑娘。天真活泼，身体强。哦，两条辫子长又黑，一双眼睛闪闪光。也是四句。你听他的花腔啊，他这四句里头有俩字给扔出来。哦，四句扔出俩字儿。哎，对。那您给学一学，您学啊。好好好，花腔。哎，你几个亲亲，因为好姑娘啊，她是披针不怕身体，将这就扔出一个去。两天的鼻子长又黑，一双眼睛湿湿光火。这字扔出来，把这字给扔出去。对对，哎，他是这么个格调。哦啊，这就是南弹。南弹。那么这个北弦是什么？北方的单弦牌子曲。哦，单弦牌子曲儿是八角鼓。是啊，为什么要有八个角啊？啊，它有说辞。有什么说辞？八旗满蒙汉。哦，下边为什么弄俩穗子啊？叫麦秀双穗。哎，有吉祥话。它就是子弟书嘛。是是。它那小段啊，就不叫小段了。哎，那叫插曲儿。哎，您是内行。那可不，我爱听。这插曲的段可多了啊。都有什么呢？比方说吧。嗯。渔樵耕读啊，对，春归院，哎，春日景啊，还有一个字儿呢，风。哦，风，这风这插曲可好。好，您能不能今天在这儿给大家唱一唱？这个唱这风，您可知道这个风 啊它
他写的是风，嗯，他唱的也是风，哦，可是您听不出这个风字儿，哦，这里头没有风字，没有一个那个风，嗯，没有这字儿。好，可是您仔细研究里头都是风，是吗？你不行，我给你唱一个，您给唱一唱。烛影摇红烟，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啊！没唱出风字来，可是这里边有三个风，是吗？就这一句词里头三个风，哪三个风？烛影摇红烟，嗯，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您说这烛影摇那红雁，那影来回摆动是什么？那就是刮风刮的吹的。嗯，对，透纱窗，透过纱窗的东西是什么？那还是风啊。透纱窗，对，雨后生寒，下个雨以后这么冷啊，刮风刮的冷是不是？对，三个风，还下个雨风。哦哦，好，荡悠悠杨花舞柳雨打河轩，芭蕉弄影，竹韵悠然。入深秋寒夜钟声，闻元寺送扁舟翻挂高悬，祭祀见牧牛童儿放纸鸢，松涛恰似水流泉，柳絮颠黄如飞雪最可爱，麦浪轻波晚晴天。好好好，不错，你唱的，您听听，这里头都是风，哎，都是风啊。可有不少的名演员哦，单弦里头，我们的老前辈谁呀？文建臣啊，那是荣派啊，对，还有谢瑞芝啊，谢派老先生，对对，还有曹宝路啊，那是曹派，名段不少。哦，都有什么？名段多了，你说说。翠屏山，哎，对，水漫金山，嗯，蜈蚣岭，哎，武圣朝天，好，哎哎，武圣朝天我可最爱听了，是啊，熟悉吗？当然熟悉了。这怎么个故事？这个就是说啊，什么门神爷、灶王爷，还有什么兔爷，他们年底三十啊，哎，都上天呢、啊，向这个玉皇大帝啊奏本。就诉诉啊，在阳间这一年的苦处，哎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想唱，可是没有弹弦儿。没没没弹弦儿啊？那没关系，我用嘴给您伴奏。您会啊？当然会。那太好了，珠联璧合。好好好，好极了。我给您学学这武圣朝天。行行行，您听听这，他是神仙啊，他要说说心里的委屈。是是是，听着啊，哎哎。爆竹一声响，家家祭灶王。咚咚咚咚哐当，咚咚哐咚咚哐。这本是年中的旧历。咚咚咚咚哐当，咚咚哐。谁敢违抗？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啷当啷当哐当，啷当哐当啷哐，登上了堂官与堂兵。啷哐当啷当哐当啷哐，关东堂还有南内堂。啷哐当啷当哐当啷哐，草节和料兜。啷哐当啷当哐当啷哐，清茶献上。当啷当哐当啷哐，喝罢了三个头。当当啷哐。分化了钱粮，当啷当哐当啷哐，耳听得金钟三响，当啷哐当啷当哐，南天门开放。哎，这是蜀唱。哎，本来嘛是灶爷上去哦，诉委屈。嗯，灶爷上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腊月二十三呢啊，
不是家家都祭灶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供糖吗？啊，灶爷嘴馋，在这家吃点糖，那家吃点糖，把嘴上粘住了。嗯，该他上去上不去，他跑一边掏糖去了。呵，这点气子。这时候龙王爷钻上去了。是啊，他在上头委屈的不得了，门神爷在这直急，好像怕他下来。干脆我比谁的苦都大。这个门神爷上去，哦，这改了牌子了，这叫什么呢？叫南城调。哦，南城调，我给您学学。好好，您来来。门神爷一起跪倒，就在丹池上，当个当当里根当，考尊上玉皇，臣也有本章，当个当当里根当，当个当根当。臣本是唐朝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两员大将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不只为唐明皇游地狱，我才把门神来当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当个啷根当，我没见什么人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给微臣上过供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你们谁见过哪些人给微臣来烧香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当个啷根当，除非是印刷局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把我印刷出来就贴在了门上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我的两只脚沾不着地，我的两只手还扶不着墙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当个啷根当，最怕三劫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有人来要账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微臣我站在门外还得替他们把账扛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当个啷根东，山东人的嘴巴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常往我的脸上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山西人的那个大烟袋锅子是啷往我的脑袋上绑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当个啷根东，那醉鬼回家了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还得防备他的脚踹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做贼的拿刀一拨门呐，不留神就开了我的膛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当个啷根东，接门的门神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还倒好受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单扇门那个家。大官啊，我是实在更难当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当个啷根当，一到了白天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把微臣给推出去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一到这个夜晚呐、啊，拿微臣去搭床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当个里根当，有两条板凳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把微臣那我给支上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仰面朝天啊、哎、好像一只东洋床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当个里根东，这位大爷睡觉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爱把连竹劈发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又酸又臭，是熏了我的脑浆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当个里根东，微臣我盼呐、啊，当个啷当里根当，赶快天亮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没想到睡到半夜又加上了分量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当个里根东，这个说你来的太晚太晚，当个啷当里根东，这说你别嚷别嚷。当个啷当里根当，微臣我偷眼这么一看呐、啊，原来是赵世忠跟赵振铎俩人在那演双簧啊！放纸，别唱了。